母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苏家那个老太婆当初给自己女婿找了2个女人侍寝，逼得他女儿新婚1年便生了娃。儿子，他家都有的配置，咱作为皇室可不能落后。母后，你这是要干嘛？他林家都能有2个，咱说什么也得翻倍来。传令下去啊，明儿个就给陛下选秀，咱大办特办，选他个成百上千的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回还生不出来。救命啊！太后娘娘，苏夫人又来了。又来？一天往这儿跑800趟，他家祖坟是埋这儿了。滚滚滚！太后娘娘，好久不见呀。一个时辰前你不是才走吗？是吗？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哎呀，这都怪我这小孙子，天天要闹着我，要抱抱，要亲亲，又弄得我头昏脑胀的，事情都记不清楚了，是吧？祖母，抱抱。够了你，不就是孙子吗？当谁没有似的。来人，把哀家的小皇孙抱过来。哎，不是小皇孙女吗？你们儿子，你妈我被人欺负了。干得漂亮，陪祖母的83次演戏完成。太后娘娘，你看咱两家多有缘呀，我家生了个男娃，你家生了个女娃，正好结了个娃娃亲。谁稀得跟你家亲？嘿，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结亲的手续咱也不用弄得那么复杂，就 AB 制就行了。祖母，什么是 AB 制呀？两个人结亲呀，各自要出彩礼与嫁妆的。悠悠以后登记了，这座江山就是她的嫁妆，俗称 A， 你到时候直接填个脸上位，这叫 B， 如此 AB 制。悠悠懂了吗？懂了。哎呀，乖，叫祖母。祖母。